那个系统比较不好，我们看到了啊，从六十几的叫肾功能啊，还有这个属于肌肉骨骼方面会比较弱一点。然后这张是你的能量图，你的肝的能量过高了，过火气过大了，就你的睡眠品质可能睡眠不够啊，那这个是肝火比较旺。然后心脏这个属于交叉，所以心脏交叉有时候会心脏比较无力或心力不整，心悸的现象。嘿，那你还有什么啊？这个肺比较不会比属于交叉，所以脾胃比较不好。哦，嘿，对，脾胃不好，皮肤对比较干燥啦，啊，或者那个什么皮肤过敏啦，啊，还有什么有没有香港脚啦、灰指甲啦，或者容易长斑呐？这个就是肺主皮毛，所以皮毛啊，我们就知道皮肤不好，啊，肺主皮毛就头发，啊，还有皮肤有斑呐，有各方面的，哎，是这样。那你两边的肾气会比较弱。好，拿戴耳机。